说你自己吧，不是，我在说你做这个，做这些就是很厉害，然后是很用心，还是太酷了，再加上太可爱了，嗯，哦，是，可能对是词汇用的比较就是频繁，就那个作者的那个人还可以吧，他自己夸自己可爱的，没有，我是说大家的照片，你不是放了很多像我们大家的照片吗？拍立得，对，拍出来的其实很可爱嘛，大家一起画的画。是，其实背面当时我就想就是放大家的照片，因为这是我们认识的地方，然后也是和大家相处共同的回忆。嗯，线下相处这几个月，有没有对彼此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？好，有。啊。那个我们拍就是节目结束后第一个星期的周末，我们去广州拍了12个人的集体大海报，然后不是要拍双人的嘛，一个视频，那个视频拍完他跟我说了一句，我看到你的毛孔了，真的是，哇，这件事情我记得很久，我就回他一个，我也看到你的了。形容距离很近。嗯，对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当面跟你。对呀、啊。当面跟你。就是拍的，而且还正在拍，他就在那里比较。我一下子真的没忍住。很搞笑。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告白页。自己看自己非常的害羞，嗯。清雅，来了来了，好美啊！应该毫无悬念吧？还是有一些的吧，万一没打开来。想说就是，我觉得你身上是有一股劲儿在的，有一种骄傲。天，他当时说到这里那个骄傲，我其实很震惊。我说哪有人就是打了个电话来说，我觉得骄傲可能对我来说不是一个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吗？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这么褒义的一个词。嗯，啊，就是觉得我没想到你第一句话是这个。说我很骄傲，劈头盖脸先骂一顿，好像我很自大一样的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时我是想表达，我觉得，你内核很稳吧，你很能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不受别人的，就是不受到我的影响。对，可能是这个意思吧。对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把这个作为开场白。洪清雅。洪清雅，我喜欢你。我把就是你可能觉得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我都就是说我后面都知道了。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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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你什么事你是不知道，然后你自己知道的啊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知道了。啊啊，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啊？怎么可能，我电话里面说了。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啥呀。我跟你讲那个最重要的事情，我写4张啊，我都临场发挥的。但我就是记得我说了很多。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，然后什么知道，那个是啥？
其实也差不多了哈，好像就是这些吧。太过分了，真说古话。冲过来了，哎，这跑的不好看。这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说跑步的这个姿势吗？就带点氛围感嘛。嗯，但后来我昨天的时候我还在看那个照片、嗯，就是烟有点太多了，其实可以 P 一下，其实可以处理一下。对，我昨天 P 了一下。你不是说那个烟花刚好已经炸完了？啊，对，都是烟的时候拍下来了。对，其实捕捉的不是非常恰到好处的。但还好没拍正面。那你入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？哦，就是收到礼物的感受就是非常震惊，我们当时那么高强度的拍摄，他竟然有时间准备这些。我是真的因为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拍摄，我真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用心的去录制这些，因为花录制啊然后编曲啊这些我觉得都挺花时间的，也挺费脑的，就是怪不得他会一天比一天的憔悴。就是其实我当下反应是我没有准备礼物怎么办呀，但后面我补上了、啊、对、嗯、后面有私底下有补一个，补了一个黑胶机给他，就是因为他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又正巧买了他最喜欢的乐队的胶片，黑胶片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应该他会特别喜欢。哎，确实特别喜欢。送礼物这块我还是、哎、还可以的，还可以哈。他今天身上这件衣服是我们在成都逛街买的，帮他挑选了很久，记忆很深刻啊。嗯，确实然后我服了，你这样按住给他取出来。我那天说每一个行为都不是非常正常，我觉得。你怎么在审判你自己呀、啊？我觉得都挺好的。你觉得都挺好的？嗯嗯。深圳人，深圳，所以喜欢衣服。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深圳人。其实他们俩笑起来有点像。好像有哎。我也拖鞋和你一起走。这首歌要送给清雅，表达我的此刻青涩的心。天天想你。为什么不是我？翻译一下，这是我会的。啊，孟清雅小姐，我们今晚的第二个约会。好漂亮！太酷了吧！太厉害了！天哪！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希望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放烟花。太帅了吧！哦，被击中了。你是真的被击中了吗？我怎样？我是觉得真爱无敌的。你经常欺负我。哎呀，你也可以欺负我。漂亮吧？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。最重要的是你的行动。我都忍不住想要跟你告白了，王心雅。没有停下来过，随地大小白。那你这样，你好狗，太狗了。哎，你太搞笑是基本上每天。对啊，我绝对没有每天吧。但是我感觉我身边的人每天都在说，高哥怎么又送你东西了？就是，比如送个纸条这种能算送东西吗？哦，送墨镜那种可能算送个礼物。花比较日常一点嘛、嗯，对，就那个不算礼物吧，就。那个也算吧。哦，那个算的话还，
就算高频。啊，对。到时候回去看一下，这十七以来，就是十七以来，你每天送了啥？虽然小屋的生活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们现实中的生活还在继续，后续也会有播出一些相关内容，是我们在小屋结束之后相处的一些事情，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吧。然后我们在生活里见。他把我的都说完了，那我说什么？就拜拜，拜。